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明。王者哥哥，快来喝水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把茶洒到你的画本上了。白雪，没关系的，你忘了吗？我的画本是不怕水的，沾上水画的会更快。你看，有了你的水的帮助，我都画成大星星了。姐姐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想喝可乐。可乐是碳酸饮料，不可以喝。姐姐，我也想吃烤肉串。家里没有肉串。那我吃面条可以吗？对不起，姐姐不会煮面条。先给你吃块西瓜可以吗？好耶。姐姐，我也想在泥坑里玩。那你害怕妈妈打吗？害怕。姐姐，你看这两个小朋友也在玩泥巴。这也太脏了吧，我去告诉猪妈妈。小宝贝也在和青蛙玩。看起来真好玩啊。姐姐，我也想玩。不行。猪妈妈，小朋友在玩泥巴。太脏了，我们不可以玩哟。你抹粥。我不走。你抹粥。我不走。你抹粥。我不走。我不走。宝贝呀，去跟妹妹玩一会儿。哦。嘿嘿嘿。宝贝要听话啊，不要跟姐姐抢玩具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嘿，我打你。你家宝宝怎么动手打人呀？来，宝宝快起来，他那是闹着玩呢。宝贝没事吧？妈妈没事，我也打你。嘿哈嘿哈哈。哎，你看你家孩子把我家孩子打成这样。我跟他闹玩呢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每次你的玩具找不到都要抢我的。乔治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，姐姐打我。佩奇，你怎么把弟弟打哭了？弟弟的恐龙玩具找不到了，他又抢我的玩具。乔治，你个小糊涂蛋，你昨天出去玩放到艾米丽那里了。佩奇，你不应该打弟弟，你可以先让他玩一会儿。乔治，你不应该抢姐姐的玩具，可以给姐姐好好说，让她借给你玩一会儿。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姐姐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抢你的玩具了。弟弟，你先玩会儿吧。谢谢姐姐，我一会就还给你。这个呢？这是舒服。这个呢？这啥玩意儿？有怪兽出现，现在要出发去抓怪兽。收到，准备出发。我也变一个警察去抓怪兽了。K.O. 我也变成特种兵去打怪兽了。走了，打怪兽去了，拜拜。这是谁的腿？这是他的腿。这是谁的腿？这是他的腿。这是谁的腿？这是他的腿。这是谁的腿？妈妈，你不要走。宝贝，妈妈出去给你们赚钱，给你们一个美好的未来。